还有一个物件啊，来，巫婆显灵了。这个是、这个、跟随我多年的鱼啊，跟随你多年了。对，两条啊。啊。然后呢，我这有一颗鱼食啊。然后呢，我扔进去。嗯。如果它不扔，母乳为什么要嘲笑我？我觉得你的一字眉很美。这个里面有玄机，里面还有眉毛。好了，我不先多说。那个，他要是吃了这个鱼食。就这边赢，他要不吃就这边赢，好吧，我们来敬请期待一下啊。我们看狄大人好像要吃。我是人。看得出来。遗憾了，他没有吃，所以说是这局柯南赢，我觉得啊。狄大人，言归正传了，除了科技和证据这一方面。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因素来衡量选手的？按年龄破案的时候说小孩的眼真，小孩怎么着？说小孩的眼睛特别真呐、啊，啊、哦，说他们能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。好，咱们大人要凭柳叶眉、牛眼泪，还有就是一些特殊的工具，甚至有人需要开天眼、哦、能看到、哦。哎，小孩就不是，他的眼睛很干净的啊、哦，他天生也许就能看得到，哦、所以我更觉得有。我相信柯南这种小孩子，他眼睛是很真的。